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深山顶品》第十三。大科第三啊，释名这个第三是宗趣啊，宗趣。宗是修行的宗旨，也是修行的纲要。趣呢，是去向，也就是说目标，我们修学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最后啊能得什么样的果报啊，由此可知。修行呢不是白修啊，宗是因，去是果啊，修因正果啊。那么这一会呀，第三会，摄住菩萨会，他的宗趣呢，先从会讲啊，先就第三会的宗趣。以摄住行德为宗，摄位德果为趣啊，这就很清楚了啊。我们特别要注意行德，佛法确确实实重行。结重不重要呢？当然重要，但是它在其次啊，结在其次，行是主要的。所以在全经是以华严三圣来做代表啊，毗卢遮那佛代表大方广佛佛华严，文殊菩萨代表解门，普贤菩萨代表行门啊。那这两位菩萨在本经的地位，华严啊，这个华严会上啊，普贤是毗卢遮那的长子，老大了。文殊为庶男，那你就晓得了，华严解行都重要，还是偏重在行门啊。普贤菩萨摄大愿王，就是华严行的总纲领、总原则啊。会会都有不同的宗趣，每一品啊，三十九品，每一品呢也有不同的宗趣，这个都要知道啊。啊，摄诸菩萨行德为宗，摄位德果为趣，啊，摄位就是入位，摄入啊，啊，
你证得摄诸菩萨的果位啊。那么这里是摄诸，初诸、二诸、三诸、四诸，一直到摄诸。位位向上提升的，这是修学的果报啊！十住里面的初住啊，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，正一分法身。他不在十法界了，啊，不像前面我们念的贤首菩萨，贤首菩萨在十法界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，啊，没有超过十法界，初住菩萨超越了，啊，什么原因呢？初住菩萨把妄想断掉啊，妄想就是起心动念的 啊初住就是不起心不动念的。那什么境界呢？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所讲的明心见性的境界啊，那明心见性呢又是个什么样的境界？他说得很好，你什么时候明心见性呢？你会跟他是同样的境界啊，真正的见到自性，就是见到真性了，见到真性就真心用事了。我们现在是妄心的，不是真心的。啊，为什么起心动念、分别执着、妄心？它真心，真心呢是清净的，决定没有丝毫染污。啊，给诸位说，什么是染污啊？起心动念就染污。啊，这是最微细的染污。要知道，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染污，你这一染污就坏了，麻烦就大了。这不起心不动念呢，啊，清净心现前呢，清净心没有生命，啊，生死永远没有了，啊，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大般涅槃的境界。你证得大般涅槃了，啊，第三个是本自具足，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本来具足啊。第四个本不动摇，这是说你的心是定的不像我们现在念头很多啊，前念灭了啊，后念就生了，念念不住啊。所以这个心是什么心呢？这心是无常。你看四念处里面世尊不是教我们观心无常，那个心什么念头啊，念头起灭，念头不住啊，不停住啊，
它生灭生灭啊。啊，那你到见性之后呢，这个生灭的念头没有了。啊，本无动摇。啊，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。能生万法了，是不是起心动念的？不是。那起心动念，你出不了十法界吗？这个能生万法是说什么？说你在迷的状况之下，啊，你迷性不迷，性是大光明藏啊，啊，是一片光明啊。可是，一动念的时候，它就生万法，就我们今天讲的宇宙，宇宙这个现象就出来了。宇宙现象为什么会出来呢？因为它本自具足。那它不是心外的啊，所以我们。用万花筒做比喻，啊，大家好懂啊！啊，自信啊，就像万花筒；这一动念呢，就像它里面的变化。啊，你只要动，它不就变了吗？你不动，它不变。但是我们看到万花筒不动，它里头还是有现象。啊。真正的自信的时候，不动的时候没有现象，啊，像一片光明，这很难比喻。一动呢，就像万花筒，啊，你不断的动，它不断的变，千变万化了，找不到同样的像。就我们今天看的像是心动了，动了就是迷了。啊，不动就觉，所以为什么叫你修定？修定觉悟啊，啊，修定才回归自性，自性本来不动的，动是错误的。啊，这个理很深很深。啊，所以学佛的人学什么呢？就是修啊，我们从凡夫迷得深了吗？佛有方便法教我们，先放下执着，再放下分别，最后啊放下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是妄想，放下了执着，你就是正觉啊，放下分别呢，你是正等正觉；放下妄想，你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无上正等正觉是佛，所以你本来是佛。你现在回归你自己的本来，你本来是佛吗？啊，正等正觉是菩萨。正觉是阿罗汉啊，这三个人呢叫觉者，觉悟了啊。六道凡夫啊都是迷呀，不觉。为什么呢？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有啊，色界无色界，虽然苦乐忧喜他断了，这个断不是真断，是他的定功把他扶住了啊，所以这个断呢叫扶断，石头压草，没有出根啊，所以他在大乘教里面他不叫禅定，他叫舍受
不叫三昧，叫舍受。那真的断掉了，那就叫三昧了。啊，所以佛法里面有三昧，世间法里头没有三昧。啊，舍受是相似的三昧。啊，定失掉了，他烦恼又起现行。啊，所以我们要真断呐。啊，真断在哪里断？在生活当中断。在工作当中断，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断，啊，学什么呢？不再执着了，不再分别了，啊，当然你一下断不干净，啊，分别执着呢，降温了，减轻了，一年比一年轻，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这是真精进。这是大精进啊！只要这些这个东西减轻，智慧就增长啊！为什么呢？它障碍了你的智慧的能啊，也就是《坛经》上讲的第三句啊，本自具足啊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那就是本自具足。啊，这个东西啊，把你的智慧、你的德行、你的能力、你的相好障碍住了，不能现前了。你放下一分，他就偷一分。放下两分，他就偷两分。放到一定的程度，那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你想想这两句话是什么境界？信心清净则生实相，初住菩萨的境界啊！你不能把无明破掉，你的心不清净。破一片无明，正一分法身，那清净啊！所以你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，无量的德能，无量的相好，统统现前了。这不要求啊，本来有的果。啊，为什么学佛？现在人讲的是，我要求聪明智慧，我要求无量的财富。啊，你今天把整个地球财富给你，整个太阳系、整个银河系的这个福报都给你，太小了，这九牛一毛啊，不值得一提啊。你只要一见性，你得到的是整个宇宙。变法界虚空界，啊，所以你要问的时候，你学佛为的是什么？我要得到整个宇宙，给我地球，我不要，太小了，这算什么？啊，你只要一见初住菩萨就得到了，能生万法了。那才叫真实的智慧啊，真实的福报啊。啊，所以古德说，不读华严，不知道佛家的富贵啊。啊，读了华严之后才晓得佛家富贵啊，天上人间呢，找不到啊。不能比呀！啊，你贪那点小富贵算什么？那愚痴到极处了！啊，你
没有法子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只要不离六道轮回，你肯定还是要堕地狱恶鬼出生。啊，你用贪心来学佛没有关系。你看阿难就是贪心啊，楞严会上不是说得很好吗？佛问他，你到底为什么发心啊跟我学佛？他很坦白说真话，看到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生起贪心。他说你这种相好绝对不是父母生的，是你修成的，我也希望有这个相好，所以我跟你出家学佛。那贪心吗？啊，那我今天告诉你，你要贪得到整个宇宙，这大贪的啊，你不学佛得不到啊。你要学佛你得到是整个宇宙啊，啊，给你做什么大梵天王、摩西首罗天王，那是鸡毛蒜皮，那也非常也不值得一提啊，要这干什么啊？那我说的话句句都是真话啊！你只要证得初住了，你就得无量寿啊！为什么呢？何其自信啊，本不生灭，不是无量寿吗？那第一句说的本自清净，那就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，实相般若现前了。般若智慧现前呢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呢。这个东西不是向外求啊，向内求啊，求明心见性呢。啊，只要见性呢，什么都得到了，什么都具足。真能得到吗？能。为什么呢？是你自信里的本来具足的，不是外来的，外来的也不容易啊。啊，本自具足，把障碍去掉了，它自然就现前了嘛。所以你才晓得佛菩萨啊，包括阿罗汉绝对不会轻慢一个众生。啊，绝对不敢对一个众生无礼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现在虽然堕成众生身了，他的心他是佛。啊，他的真面目是佛。啊，在六道里头受身的时候，那是他的假面目，不是他的真面目。他真面目是佛。啊，所以他尊敬呢。啊，凡夫不知道啊，不知道众生是佛，产生功高我慢，就错了。啊，他证得阿罗汉之后啊，他就会很谦虚。啊，谦卑，谦卑是性德，谦卑才是真正的自尊。啊，自尊必定知道尊重别人，尊重别人就是自尊。啊，傲慢是烦恼起现行的。啊，贪嗔痴慢呢，自信里头没有的啊。啊，所以这个东西必须要把它舍弃，要把它放下。
啊，学佛没有别的，就是学明心见性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呢？我们用老实念佛。啊，为什么你不能成就呢？因为你不老实。虽念佛不老实，怎么不老实呢？你有贪嗔痴就不老实。你念佛里头夹杂着自私自利，夹杂着是非人我，夹杂着贪嗔痴慢，所以你不老实。啊，老实念佛，哪一个人不成佛呢？啊，个个都回归他的佛位了，这个要知道啊。那么，也许诸位同学要问了，这个十住行行德是什么？我们要怎样修十住行？十住菩萨的行德跟初信位的菩萨行德没有两样啊。全都是修十波罗蜜啊，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是六度，后面再加四个：方便、愿、力、持。啊，初发心就学的这个，十住还是学的这个。后面是回向，啊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等觉，通通修的是什么了？那不同的地方呢？初信位的菩萨，修这十个法门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都没有放下。没放下了。初住菩萨修这十条的时候了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了。哎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啊，往上去，当然四十一位法身大师啊，统统都放下了。啊，差别在哪里呢？差别在无始无明习气断掉的成分不相同，而无始无明这个习气啊，是没有办法用什么方法去断的，没办法啊，怎么断呢？不理他就好了啊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不要去理他。自自然然断掉了啊，所以这叫无功用道啊。摄性位的菩萨是有方法啊，那是有方法去修，十住以上没方法啊，他不起心不动念还有什么方法呢？啊，随着时间慢慢慢慢自然他就没有。啊，所以初教初住菩萨就有能力在十法界随感随众生的感，他就应化了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应以佛身得度，他现佛身。
愿意比丘生得度，他先比丘生，他得大自在啊。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讲的三十二因，因不离本处，能够变十方变法界，哪个地方有感，哪里就有。有这么大的能力了，为一切众生现身说法，现身说法，他还会不会起心动念？给主说没有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执着呢？这个要懂。不懂没关系，后面一遍一遍的来说明。你慢慢去体会。不懂啊，不要去想，越想距离就越远。为什么呢？想是妄想，放下妄想，你真正契入，你就真懂得了。只要有妄想就不行。这是佛法，佛法里面确确实实有最高的科学。科学是什么呢？拿证据来，拿不出证据那就不合科学。科学的精神就是要证据。那么成佛了，得拿证据来。证据向谁拿呢？找成佛的人。比如说你入定了，你这个定的功夫能够到四禅八定，六道里面的事情你就看得清清楚楚，你拿证据来，这证据拿不出来。可是我要知道我看到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，我要找谁来作证？找一个也有这样的定功，我就向他请教，跟他讲我看到的境界。他说对，没错，我看到跟你一样。然后再找第三个人，那个人也有这种定功，你就问他，他说我看到的跟你们两个人一样，这证据而且都平等的。只要你把执着放下，你就见到。他怎么不是科学呢？高等科学科学家要用仪器，佛法不用仪器，仪器永远找不到真相。为什么呢？分别执着没放下，你怎么能见到真相所以开悟的人要找祖师大德给他做证明。祖师大德他是开悟的人，你说出你悟入的境界他知道，你一提他就了解他给你印证，印证他就是你的老师，你就是在他麾下开悟的，他给你做证明的所以佛成佛了，要找
别的佛给他证，给他做做证明。他是讲要证据的，所以佛法的信结行证呢，后头要有证的，没证不行啊。啊，我们正讲宗去，去就是证的。啊，这个就是科学精神。啊，你要是佛教是不科学的，那信结行证证，科学讲不通了。那么这是慧，第三慧。二品，这一品，深须弥山顶品，啊，这一品，它的宗旨是什么？一，以言处请佛复感为宗。你看他的宗旨是什么？言处什么？处是道场啊，处所，言是庄严呐。啊，我们要搞一个很庄严的道场，请佛啊，请佛来为我们讲经说法啊，这是他的宗旨，这是这一篇的宗旨啊，这个宗。根源其何说法为趣啊？那你请佛来的目的干什么？请佛来目的为我们说法。你看庄严道场是因的，哎，佛来到我们这里说法了，这是果吧，嗯，这是这一品。所以这一品里面讲的庄严道场啊，我们要学啊，学了之后啊，要跟他一样的庄严，我们就能请得很多佛菩萨啊来教导我们啊。你看看这个忉利天宫啊，须弥山顶嘛，就是忉利天宫嘛啊，忉利天宫是如何庄严道场啊，来请佛说法啊。那么是不是佛一定要你这个道场庄严呢他才来呢？不是的啊，庄严道场啊是对佛的恭敬啊，恭敬他就起感应道教啊。印祖说得好啊，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，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庄严道场时候从外表上形象上说，最重要是他那个沉静的心。如果外面做得很庄严，再庄严沉浸心没有，那是假的。那如果外面什么庄严都没有，就是一个沉浸心，佛菩萨都来。啊，这个就是张家大师过去讲的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啊，你真有诚意。你庄严道场，你自然会尽心尽力。啊，没有这个条件没有关系，真诚心就感得佛菩萨来引。啊，那么道场里面设的种种庄严，它另外有个意思。啊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是教一般人。对佛菩萨了要有恭敬心啊，是影响大众，因为一般大众对老师不知道恭敬，我们做出样子给他看，是这个
用意在这个地方。啊，真正感得佛菩萨来的呢，是自己的沉浸心。啊，这个所有一切的设施的时候，是教导一些人，他还没有觉悟，不懂得，教他了，对于老师要知道尊重。啊，做给别人看的，叫为人演说。啊，所以你看，根源，啊，根是根性，啊，源就是机缘。啊，根到清净了，缘成熟了，这契合了，啊，自自然然感得佛菩萨应化嘛。这是这一品的宗趣。啊，宗趣呢就介绍到此地，底下这一段论。理长者的合论也非常的精彩啊！前面是清凉大师给我们的教导啊，我们再看看理长者啊，都是入华严境界的大德。长者说：“此十住位中啊，有六品经。这个跟前面清凉大师啊也是这样给我们介绍的。那像这样我们念念就行了。第一，身须弥顶品；第二呢，顶上积赞品；第三呢，十住品，这正数；第四，反省品。”华严经上有两品，是菩萨行门，就是戒律。前面呢，我们读过净行品，啊，净行品是戒律，啊，实性菩萨修的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又看到了反行品，实住菩萨修的。啊，凡是清净的、清净心的。第五，发心功德品。啊，也叫初发心功德，这赞叹。啊，发心功德不可思议啊！这个发心是菩提心。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慈悲心、真诚心，真诚是菩提心之体，清净平等正觉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慈悲心是他受用，啊，对待一切众生大慈大悲，这个心一发出来，就是初住菩萨，就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。无比的殊胜喜悦。啊，第六明法品。如是六品呢，共称十住法门。啊，这就是第二、第三会。啊，这先把这个这个经啊，六品经介绍出来了。下面呢，长者的解释，将设次品，一分为三。啊，它分为三个段落。来介绍，第一个呢
十品来意，第二个一处表法，第三随文时意。啊，我们在这个经本里面通通都能够看到。啊，现在先看第一十品来意，啊，这一品怎么来的？那么把这个经跟论合起来看呢，我们对于华严经的大意呀，就会更清楚、更明了。啊，看两个老师的讲法，啊，明前于普光明殿呢，人间地上。臣实性之心已宗，就实性圆满了啊，这个宗就是圆满了。前面的修行啊，是在普光明殿，普光明殿呢是在人间，是在地上啊，我们讲在地球上，你在地球上的修行已经圆满了。圆满当然呢要向上提升啊，提升从地面提升到须弥山顶啊，此妙峰之顶，这妙峰就妙高山，民从实性入实住，若为之深静故，此品须来。那这品经不能少啊，给你说明须弥山顶啊，表什么意思呢？表你从实性为实性修圆满了啊，第实性的菩萨就是贤首菩萨啊，放下了起心动念，与世俗世间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了。十法界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了，那是什么境界呢？一真法界。华藏世界现前了，他脱离十法界到一真法界去了，把这个比喻作须弥山顶啊，不是真的须弥山顶啊，这个意思要懂啊，所以这一品经啊就由来了啊，必须要说，他才能接得上。这是说明这一品为什么要来，为什么要说啊？那么第二，像表法了，一处表法啊，处是须弥山吗？啊，一处表法者，名此山。与七重金轮为山，七重大海之内，出水高84000由旬，纵广一耳，四宝所成。这前面都说过了，这些给这个清凉大师讲的没有两样。不过他这里说的是什么？说的就是古印度啊，古印度啊，婆罗门教许多宗教里面讲这个宇宙啊，他是不是讲错了呢？这个话我们不能说啊。须弥山到哪？在到底在哪里
啊，讲的七重金轮为山，七重香水海，这是古印度人的宇宙观。那现在一般学者称说这神话，神话我们该不该相信？神话从哪里来的？神话从四禅八定里头来的。我们没有得定啊，我们反复看的世界跟有定功人看的世界不一样。就像什么呢？像先前啊，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些特异功能的人，你说这有没有？有啊。他真看到一些东西，我们人看不到啊！啊，他能看到轨道啊，他能看到天道啊，能力大小不一样，看到范围广狭也不一样。啊，那么这些特异功能多半呢它是报得的，就是与生俱来它就有。会不会失掉呢？会失掉。我遇到过啊，很年轻呢，二十出头这样子啊。那么一般人称为他的眼睛叫 X 光眼啊，佛法里称为天眼通啊。他有能力看你的内脏，你也不必脱衣服啊，他看到你内脏里面活动的情形，如果有疾病的话他会给你指出来你什么地方有毛病。他说的真准确啊。我是过去在洛杉矶讲经遇到了中国有十几个特异功能啊，派到美国去参学，美国也有，我在美国也碰到过美国人。啊，我讲经他们也来听。啊，同修当中有人好奇啊，就向他们请教啊，每个人都让他透视啊，看看身体状况。啊，我们有一位同修啊，给他看了之后他就指出来，他说你曾经得过肺结核肺病，现在钙化了没有问题了，但是还有个疤啊，里面不是在外面啊，指出了个部位，他真的被他吓到了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桩事情这是他的秘密，他跟他先生结婚那么多年，小孩都很大了，没有告诉他先生，是在他结婚之前真的得肺病啊，被他说穿了啊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啊。然后我们就问他，
你这个能力与生俱来，会不会失掉？说会，年岁大了，接触外面境界多了，妄念多了，能力就失掉了。如果保持着清净心，不受外面干扰，他这个时间就能保持长久。所以这种能力，这是属于与生俱来，有这种人少数。另外一种人，修行人，修定的，修定他得到这种能力，定啊，他能开智慧，能法通。不但佛家有，道家也有，修学其他的法门的时候也有，能力大小不一样。在这么多年来，我们接触的很多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所以他们看世界跟我们看世界不一样。可是我们从科学里面推理得到一个结论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眼见的能力非常有限。我们知道我们离开光波就看不到东西了。阳光啊，月光啊，灯光啊，这个光波是相同的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一段，比这个光波长的看不见，比这个光波短的也看不见。而实际上呢，比我们能见的这个光波波长的很多，短波也很多。如果我们真有一天有这么个能力，所有不同光波你通通都能看见，这个世界马上就变样子，就不相同了。从这个道理上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结论，古印度这个不是神话，不是传说，是他们在四禅八定里面见到的宇宙，这么说出来。可是佛菩萨见到的宇宙是比他这个更大。那么佛在讲经呢，借用他们所讲的，这个叫俗谛，随顺世间人他们的知识来讲。好讲话，他很容易懂。如果随顺佛来讲呢，佛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些东西统统不存在，那他就不懂了。佛看到的是更深一层真相。你的现象怎么来的？佛知道啊，那更深的禅定。观察到物质的来源。那么现在科学家用仪器，精密的科学仪器也发现了物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钟宝生就是给诸位做过讲演，西方最近科学的发现，物质是无中生有，实际上呢是不存在的。所以科学家承认了这个宇宙之间只有场存在，场能量，物质是能量变现的，变现成物质，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。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物质现象实际上是一种虚幻
不真实，相续的这个相属相啊，相似相续相，念念不住啊，这佛讲无常啊，这话讲得太好了啊，无常就是没有一个现象是常住的啊，也就是是存在的啊，刹那刹那在变化，真的就像我们看电影看荧幕上的画面啊，荧幕上画面这个我们知道啊，啊，刹那刹那在变化了，它是无常的啊，看底片是无常的，画面也是无常的，这是佛经上佛讲的诸法实相啊。啊，可是四禅八定的时候，他认为这个现象还是正常的了，他认为是真的，他不知道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佛经里面有哲学，有科学。啊，那么佛随真谛说的才是真话，才是事实真相。大乘教里说的很多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一看此地啊，这是世尊的方便说，世尊随顺众生所知所见而言。那么四宝前面说过，啊，那么这个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矿物，这里有金有银有翡翠有水晶啊，这是代表啊，那么可能是这四样东西它都比例占多，其他的还有许许多多杂宝庄严，成分可能少一些。那么下面呢讲了东面呢黄金啊，这个须弥山的东面啊，黄金很多，西面呢白银，那南面呢非琉璃啊，这个琉璃就是翡翠，绿色的玉啊，北面呢玛瑙我们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提过，这个给清凉大师讲的不一样啊，清凉大师在书里面给我们讲东面是银，南面是琉璃，西面是水晶，北面是黄金啊，跟这是不一样啊，像这些地方不要去辨别啊，佛教给我们学佛要一义不一语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，这就对了啊。那么山里面矿产很多啊，可能是四面呢它通通都有，设多少呢我们只能够这样想，成分比较多一点啊，东面黄金比较多一点啊，清凉大师东面白银比较多一点啊，所以从这两个合起来看，这宝山上啊到处都是这个稀有的珍宝的矿藏啊。
上有四徒，徒有八福天众，四八三十二，众仙名妙高殿，天地士在其上，居宝宫殿，通为第十天。三十三天呢，总以第十为主。那么这一段呢，清凉大师省略了。啊，这是把忉利天大致的形状呢，啊，长者给我们做了一个描绘。啊，须弥山上有四头，四十四方。啊，须弥山的四方头是突出的地方。啊，这个山好像突出一个小的山顶。啊，大山的时候它有小的山顶。这个小山顶头是有坚固凝聚的意思。啊，就是我们讲山头，这话大家就好懂了。啊，这个须弥山四周啊有四个山头，那么这四个山头呢，每一个山头有八个天王，住在那边。那么四面的这就是四八三十二了。啊，每一方都是这样的。那么第十天就是忉利天主，他在当中，所以合起来成为三十三天。这个意思就好比是一个国家，当中是中央政府，这四边的每一边八个天的，就好像是省份一样。啊，中国两省，外国人称州。啊，它有三十二个省。啊，每一省省长就是天王。啊，通通都是以忉利天王做他们的总领导人。啊，所以总以第十为主。这是说明忉利天也叫做三十三天。三十三天就是忉利天，是一层。啊，所以有很多对佛法了没有深入研究的，他就搞错了。哦，佛家讲天有三十三天，啊，那就弄错了。三十三天就是第二层忉利天。啊，往上去的时候夜摩天。啊，所以天有二十八层。不是三十三层，啊，甚至很多学者引用这个佛的说法，都把意思搞错了。啊，佛家讲天有三十三层是错误。啊，那么三十三层，三十三天是第二层。啊，二十八层天呢，也不是佛教说的。比佛教早五千年的婆罗门教，婆罗门教都修四禅八定，他们见到的六道轮回是婆罗门教讲的。
啊，释迦牟尼佛承不承认？承认的。为什么呢？释迦牟尼佛也见到了。啊，我在讲席里做过多少报告？啊，曾经都提到这个问题。六道怎么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呢？这些婆罗门教没说到。啊，所以他们的定只能到飞翔飞飞翔出天，再不能向上提升。原因是什么？分别执着没放下，所以他就最高就到这里了，再不能提升。啊，四圣法界他们没有看到啊，啊，他们的这个神通，我们讲天眼、天耳、他心，啊，甚至到这个续命，啊，这个。神足啊，只限于六道这个范围，它不能够啊超越六道啊。那么佛在恒河边上大树底下入定，他给我们做实行，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，这一放下了就是所谓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宇宙之间世俗世间法彻底明白了。这个不要学 啊，彻底明白了啊，六道怎么回事情佛知道了啊，六道之外的统统都知道了。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30岁啊，这叫示现成佛，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的能相好。慧能大师开悟的5句话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境界。啊，慧能大师放下之后，那个境界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境界。他们证悟的相同啊，没有两样啊。一个是以佛身实现，一个是以比丘身实现。啊，他出家做比丘。啊，那么在中国应有比丘身得度，他就现比丘身。啊，世尊在印度应以佛身得度，他就实现佛身。啊，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所以佛法学跟不学有没有关系？没有关系。啊，学了，这我常说，学了之后要放下。如果不放下去，就变成外道了。啊，变成什么？视之变聪。啊，你用佛法的术语来讲呢，就变成了所知障。障什么呢？障碍你明心见性。什么东西障碍呢？分别执着。所以你要把你所学的，你把分别执着放下，那你学的就不是障碍了。啊，那也变成了真实智慧。如果没有放下分别执着，全叫所知障，
啊，或者称之为世间的聪明智慧，就是六道里头的，出不了六道，这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佛法跟世间法的差别就在此地。啊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差别也在此地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学华严，我们念佛修净土，如果没有放下分别执着，世间佛法能不能往生呢？不能。什么时候往生呢？什么时候放下执着就往生了。啊，执着放下了少分，生凡圣同居土。真的完全放下了，生方别有余土，分别放下了，生十报庄严土，这怎么会一样呢？啊，坚固的执着对世间，啊，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贪嗔痴慢，通通没有放下，念佛不能往生。啊，那叫世间佛法。你来生可以得人生，来生或者可以升天，也出不了六道，这个不会不知道。啊，如果学佛，心里面有严重的贪嗔痴慢，果报在三途，啊，人生都得不到。啊，好处在什么地方呢？阿赖耶识里面有佛的种子。啊，你到哪一生哪一劫有机缘又遇到佛法了，这个种子会起现行，什么时候放下执着什么时候就往生，就这么道理啊。所以障碍呀，不在外面呢，外头没有障碍呀，障碍在自己。啊，所以你要问我这生学佛能不能成佛，不要问别人，问自己。啊，你学佛，无论学哪个法门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只要能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你就成佛了。下面大师很慈悲，给我们介绍。地势有四个名字，啊，一名天地势，啊，这我们中国人常常称，实在讲中国人称着玉皇大帝，啊，就是天地势，啊，二名啊乔释迦，三名摄体还音。啊，这里还应该加个字，啊，因果的因，实体还因。四名因陀罗，啊，我们在这个本子上看到的省略的，啊，实体还。可是，你看李长者的后论，后论里面是实体还因，啊，它多一个字，啊，应该要用实体还因。那么意思呢？总的说，啊，大义呀，明能主，啊，这几个意思都相同，啊，能主，为能为诸天做主故，这个诸天就是三十三天，啊，三十三天，那三十二天呢，对这个实体还因。都尊敬，像中国古代这些诸侯啊，尊某一个国王的时候啊，为天子，啊，很有这个味道啊，尊重他啊，有疑难问题呢，
一定向他请教，啊，由他做最后的决定，啊，所以他是32天的共处，啊，包括他自己的正33天。此妙峰山四宝合成，诸天宝宫殿在上庄严，故为妙峰山。啊，那么这些意思都好懂。啊，跟前面的清凉大师的介绍大同小异。后面这些呢是清凉大师没有说的，啊，长者呀跟我们补出来了，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佛学里面的常识，啊，常识里面有很多都是古印度学派和宗教里面的常常说，这是刚才讲的他们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，我们不可以看它做迷信，不可以看作神话，啊，这样看法了我们就错了，啊，但是这些与佛法说老实讲的关系不大，啊，不重要，佛法重要是叫我们放下，啊，这此山之外呀，七重金山，即七重大海，广亮，啊，这个山跟海，这个亮都是广大，啊，有金之鸟，这个金之鸟是八部鬼神里面的一种，啊，这个鸟是真大了，啊，两翼相去336万里，啊，两个翅膀张开，张开的时候有多大？336万里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鸟？啊，如果真的这个鸟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，可能它的翅膀张开啊，那一边是在美国，这边是在中国，啊，那我们晓得太平洋现在这个距离，啊，西岸到东岸，我们这边是西岸，美国那边东岸，太平洋，啊，现在飞机飞行常常飞，我们知道啊，差不多就是10000公里，啊，他这里说330万里，这个里到底是什么里？印度的里，应该是的。啊，印度的里是不是比现在的公里要小很多？现在公里是10000里啊。啊，不过印度从印度去美国的时候距离比我们远，啊，我们中国比较近，因为它还有印度洋，啊，它通过印度洋太平洋是比较远，但是也没不也会也是差很多，啊，所以说这个鸟之大，啊，这个鸟肯定不在我们地球上，啊，这是讲什么？讲娑婆世界。娑婆世界是讲银河系，啊，多少个银河系呢？黄念祖老就讲10万亿个银河系，10万亿个银河系，那这金质量就不大了。那，要是地球来讲，那它很大，啊，它两个翅膀张开会把地球抱起来，啊，它有这么大。
迅疾能飞，啊，它飞得很快，啊，是一鼓翼，这鼓翼是翅膀啊，只是摇一下，万万九千里，啊，你看它这个它飞的这个速度，啊，翅膀这摇一下了，就是万万九千里。要飞多久呢？要飞七日七夜才飞到顶，才飞到须弥山顶。啊，你就知道须弥山有多高。啊，这岐山呢，在大海中，形如腰鼓。啊，腰鼓是两头大，当中细。腰鼓，他说这个须弥山的形状啊，像这个样子啊，翠然高耸，非以手足攀澜之所能登。这就是说须弥山决定不是凡夫能够啊攀澜登得上去的，不可能。你看金翅鸟的时候还要飞七天七夜啊，它那个翅膀动一动啊就万万九千里啊，你就想这个须弥山多高啊，所以这个是绝对不是在地球上啊。那我们晓得地球，佛经上讲啊，这是四大洲的南瞻部洲啊。那么他所讲的像水海啊，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太空啊。啊，你要想真正了解这个状况呢，一定要入定，定中突破空间维次，看到这个形象。啊，但是你要记住，佛说的一句话，总的指导原则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，这是婆罗门教里头没有的啊。说出这些比况不是重要的，重要是下面这表法的嘛，为表此十住法门，创生如来智慧之家了，为正父子，这话重要了啊！用这个来表示啊，十住法门高啊，佛住法门好像在须弥山顶啊。你今天真的是诸位啊，你是真正僧如来家，真正是佛弟子。我们常讲啊，入门、登堂、入室啊，我们今天有没有入门呢？没有啊。什么是入门弟子呢？入门是入了大门啊，佛家的大门。这讲从前，不是讲现在。从前这个富贵人家。大门里面是庭院，不是一入佛门你就入他的房间，没有啊，就是他庭院，庭院非常大啊，那里面才是这堂屋啊，堂屋后面是他的住址啊，古时候房子是这样建筑的。所以那个富贵人家啊，所以是一进二进三进啊。诸位如果到北京看那个旧的四合院
我去过几次我们宗教局啊，宗教局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是王府，纯亲王府啊，纯亲王是好像是宣统皇帝的父亲啊，所以他的王府比一般的亲王府要大啊，他有好几三进好像啊，那么他的银安殿啊，银安殿是堂，有五进，这五间房那么大，通常一般是这个亲王府啊，银安殿是三间，他是五间。后面才是他的这个住宅的地方啊，你入门，什么人入门呢？阿罗汉入门。也就是说，你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执着放下了，你入佛门了，分别放下了，这菩萨了，你登堂了，你进到他的这个银安殿了。这个起心动念放下去了，你才真正入他的卧室啊，这叫入室，入室弟子初住菩萨入室了啊。那我们从前面来看啊，这个真正入门呢是阿罗汉的，阿罗汉是七性位的菩萨，华严经七性位的菩萨入门了。如果我们要把这个门槛放低一点啊，说什么人入门呢？初性位的菩萨入门也能讲通。初性为什么？小乘初果，大乘华严经上讲的初性啊，能够这样讲法，他断88品见惑啊，见思烦恼啊，见烦恼断净土啊，88品见惑，佛在一般教学上呢，把它归纳五大类，好讲。啊，第一个是身见，啊，也就是初性位的菩萨，小乘初果，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了，凡夫都执着身生活，这身见呢，啊，非常爱惜这个身呢。这是很严重的烦恼啊，你不能解脱啊。那身不是我是什么呢？身是我所，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，就好像衣服一样，我们把人身当作我，衣服是不是我？衣服是我所有的，不是我啊。那么初性位的菩萨的时候，他就明白了，身不是我，身是我所有的，这一关很重要啊。这个破掉之后，你就入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无我相。无我相呢，也就无人相了。你看到别人的时候，你也不执着他。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啊，众生是宇宙啊，寿者是时间呢、啊。你渐渐能突破啊，啊，突破时空啊，这入门。那登堂呢？那阿罗汉以上就登堂了。啊，
十信位里头，七信、八信、九信、十信，这登堂了，初住入室啊，入入如来智慧之家了，为真佛子。所以入门登堂是相思维，不是真的真佛子入室。不可以由生灭寻思观察，即多闻心想判然所得。这个境界，如果我们还有生灭心，还有思维，还有观察，你得不到，你入不了这个境界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生灭心没有了，我们思维也没有了，观察也没有了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些东西通通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全没有了。下面这一句很好啊，多闻心想。我们现在学经教啊，天天在搞多闻呐。心里在想，想什么呢？想断烦恼，想得禅定，想开智慧，有这个观念是你通通得不到。那要怎样得到呢？把这个全放下，全放下自然就得到了。因为初住菩萨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决定不是用思维能够得到的，你见不到，放下就是，三个都要放下，放下一个两个还得不到，放下执着，你仅仅是正觉，阿罗汉。你得不到，放下分别，你是菩萨，你是正等正觉，还得不到，因为它是无上，必须把起心动念断掉。起心动念断掉之后才真正是无上正等正觉。你刚刚证得了初住啊。这个住，我们现在讲学位，你真正拿到学位了。佛法的时候最高的学位你拿到了。故以妙峰山用框标志，令后人仿学。用这个须弥山来做比喻啊，希望后学的人要真正发心的学佛，要学做成佛啊，不要说是证阿罗汉、证到菩萨就满足了，那你就错了。好像学这个学世间人念书一样，念到小学毕业了不想再念了，念到中学毕业了不想再念了，这都错了一定要念到大学，一定要拿到博士学位，
你这才是圆满呐！啊，初住菩萨是拿到博士学位了，啊，这样名利后学。那么这是妙峰啊表的意思啊，一定要登妙峰啊，学佛要有这个志向。我们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为什么？为登妙峰啊。我们在这个世界无论怎么样努力达不到这个境界啊，所以换一个环境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移民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在那里亲近他老人家，他会帮助你走向最高峰啊。这个是求生净土真正的目标啊。如果说我求生极乐世界，哎呀到那里就好了啊，什么都不要想了，能不能去？不能去。释迦牟尼佛不会帮助这种人啊。释迦牟尼佛帮助什么人？帮助发现真正成悟无上菩提的人，那这个人他一定要帮助啊，得少为足，设方诸佛刹土很多，你都可以去，用不着到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所帮的人帮你成佛，这个意思要懂啊。下面再说山，山者高深一古，所以懂他意思啊，高殊深啊，无比的殊深。向此施住，诸佛所住化身妙智慧海故啊。啊，用这个来表佛的化身，用这个来表佛的妙慧啊，是出世高深一故啊。这个世就是指十法界啊，十法界在大乘教里面都叫凡夫，六道呢叫内凡，六道之内的内凡，四圣法界叫外凡啊，它是六道之外，十法界之内没出十法界啊。那么十住呢超越十法界了啊，他不在十法界里面的，所以这叫出世高深啊。啊，妙峰山者不动矣，他还有个意思啊，须弥山诸天所居妙乐矣，庄严矣啊。你看三十三天住在那边，四王天住在当中，住在半山啊，山顶上啊是三十三天住的啊，这有妙乐有庄严，有这个意思啊。向此位菩萨啊，这个就仿佛好像呢这个
十住菩萨啊，一方便三昧寂然不动。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啊！方便三昧是什么？应化它的活动空间大了，不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它的活动空间是变法界虚空界，跟妙觉果佛没有两样啊！这是我们在讲习里头讲过很多，初住菩萨的智慧德能，它的作用跟究竟佛没有两样，这个意思你应该要懂。为什么呢？究竟佛果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永远断掉了，初住菩萨也永远断掉了，那怎么会不一样呢？当然是一样的，当然一样。为什么有这么多阶级呢？啊，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等觉、妙觉，为什么有这些位次？清凉跟我们讲得好，无始无明习气没断，无始无明断掉了，习气没断，从习气后薄才分出四十二个位次啊！但是这四十二个人说，在应化来讲啊，度众生一帮助众生应化来说，众生有感他就有应，这个作用啊是相同的，一点差别都没有啊。所以初住菩萨啊，他要是用佛身，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，三十二二相八十种好啊。那么现身是不是他自己有意思现身？没有，如果有意思的话，他就是六道凡夫了，他没有意思啊。所以凡夫我们有心，起心能有感，他是无念而应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，他来应啊，这个叫什么？方便三昧呀！啊，寂然不动啊，是说他没有起心动念的。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来的分别执着？所以这些地方不能不详细辨别啊！谁起心动念呢？阿罗汉起心动念，因为阿罗汉只放下了执着啊，妄想分别没放下，他起心动念。全教菩萨就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跟菩萨，起心动念没放下啊，分别执着放下了，所以他还起心动念啊。像前面讲的贤寿菩萨，哎，他还起心动念，他把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他就是初住了，他就离开设法界了。离开设法界，在十方世界六道里面去应化，寂然不动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设法界里面的四圣，这个四圣位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、佛，他能不能应化在世间呢？能，但是他的应化了只限于娑婆世界啊，只需着娑婆世界之外他不行
啊，他没有出离十法界嘛。啊，每一尊佛的国土都有十法界，他出不了那个范围。这个道理我们懂啊。初住那就不一样了，初住的活动范围是变法界虚空界。啊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才会认真考虑，真要放下了。这放下得大自在呀！啊，放不下那真叫愚痴啊！这一桩事情与别人不相干的，自己的迷是自己迷的，悟还要自己迷悟，佛菩萨帮不上忙。啊，去《华严经》要不要啊？法上应时，何况非法？啊，要不要呢？要，要，但是要知道时，就是你不要执着。啊，对华严的时候不执着，不分别。啊，我们在初学的时候要有这个概念。啊，华严经我天天读，天天研究，天天跟大家讨论，学不执着。啊，然后了知，华严经什么？华严经是我们的生活，华严经是我们工作。华严经是我们处世待人接物，这真正是华严经啊！哎，我们就得华严经的大用了。如果经是经，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自己这一套啊，这根本就不相干，那这华严经白读了。哎，你佛法你没有学到，你学法佛法的形象。佛法的实质你一无所有啊！那换一句话说，你还是轮回心，还是造轮回业啊？那么造华严经啊，讲经说法这个业呢，这个、业是善业啊。果报在哪里？果报在天上啊！真的果报在须弥山顶啊，在忉利天，在四皇天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呀！啊，放下就超越了，放不下不能超越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也要放下，你才能往生。你要放不下，你不能带着这个世界去往生的，没这个道理呀。然后你再晓得这放下多重要啊！学佛的秘诀就是放下啊！我很难得头一天见张家大师，第一天呢见出家人，我向他请教有什么方法了，让我们能够很快的齐入佛境界，他就告诉我看破放下，真的没有保留啊！头一天见面呢就告诉我了啊！我还问他从哪里下手，他老人家叫我布施啊，布施就是舍，就真的用行动去放下了啊，这才行。哦，现在时间到了，那我们就学到此地啊。在下面讲到无私、无心、不收不摄、任性而定、称平等理与法身合。我们明天从这个地方学起。